行，非常有意思。这材质我不喜欢，这是很魔性的，像那狗头一样的那个。荷花很经典。哎呀，二达，太魔性了，这谁？哎，每个人都可以来这么一个，有穿着门不怕的，不知道是谁。干什么？你能不能让我享受一下自己的时光？哎呦，这个是干嘛的呀？这是干嘛的呀？拍什么？没错，我今天。看没有职业，职业的，来，可以，啊，那个不太 OK。嗯。让工作人员废职业签证。完了。废职业签证。怎么了？下课了。练舞了，这是个喷雾呀，水烧坏了，试一下。我不敢喷楼梯上，怕人滑倒。我觉得咱们俩今天让你唱，我跟你说，我的简直完爆各种没，就你唱，你是最后一个吗？难道不知道我给你加 solo 吗？嗯，我没听。你不知道？我那天他让我，那天他让我去。不录你知道吗？我在那睡一天，他说你的地方不用不走吗？你在录不了，你走，服软点。你看他嘴里边好像吃了一块红烧肉，服软点。我找我大哥玩去。大哥，小弟最近你又缺钱了是吗？缺钱花了。吃钱花了，怎么办，大哥？得，这巴黎公司这是富二代吧？对，赶紧打钱。嗯。还有什么吗？就这个最重要了，其他无所谓。钱到。还有窗帘吗？钱到了就行。他们机场路口我已经给他们置办好了。不需要，有钱就可以。不需要，确定不需要吗？不需要路口。零号，你想要什么牌子？我要。嗯。你穿啥我就穿啥。这样吧，给你
这样吧，你要不去借点什么，然后你就穿，行不行？我杨哥给我的。对啊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我杨哥给我的啊，我杨哥给我的。来公司，哎，咱们办公室办多久？一年。这是一年以来第一次喝第一次喝茶，阿姨第一次准备茶。突然感觉自己的人生不太一样。跟谁？跟谁？我告诉你，跟谁？不热吗，弟弟？今年40度。对啊，不热吗？不热。那是拍艺术的还是拍？这个样子。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准备。好了，就都站一排吧，这俩。然后站一排，快。你要带毛巾？可以。嗯，可以。当男团当的，我天哪！又认头又扮小可爱的，我。